那场以破西子安装梯田疯狂穿墙最终击杀，准备返回三楼。扔出那场高空闪同时上梯，对方叠团闪一片空白，迅速抛出四炸黄床老帅哥击杀，同时 DK 炸飞 LAKK， 祸不单行，老帅哥也阵亡，弃开横扫基地，大势已去，来到外场蹲的狂穿就击杀一人。 DK 对地图的理解非常深刻， C4 快要爆炸，赶紧躲避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WND 战队对战 BP， 主角是中国枪神 TB 第一人 TK， 地图是 LOK。此时阵型是四内一外，快速来到铁板查看逼空，帮忙穿射黄房阻挡土匪进攻，不断小跳查看逼通，逼通来人甩枪爆头，近点还有晃枪没死，立即变换位置，闪现晃枪却被老帅哥炸飞，先没开二楼甩枪爆头换杀，因上前追杀不正恩典急速点射，最终再爆一，不愧为是中国枪神，战力爆表。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，手持O3背身来到铁板，突然爆火，疯狂穿射爆头，一人近点还有甩枪击杀，碎步移出爆枪基地，没子弹换手枪，突然爆闪，枪哥与波哥相继杀敌， WNV 的补防能力不愧为世界顶尖。此时阵型仍然是四内一外，手持O3直奔鼻空，快速扔出对方同样反手，在抛出四同时迅速上前近点，有人甩枪爆头，爆闪一片空白，被迫退回，老帅哥也击毙一，情况不妙，安安黑黑与江哥相继身亡，还好杀库拉补枪，迅速回到三楼底，竟不上梯，抛出武当三弹射，起步左右查探，多发击杀，此刻要小心菊花的偷袭，祸不单行，老帅哥也阵亡，锁定黄房口，闪现疯狂点射，没子杀库拉反推杀，同时 TK 没子弹，思考片刻扔掉沙鹰前去捡枪，迅速锁定铁门方向，左右摆动单点，最终甩枪击毙 TK， 秒变残局大师。此时阵型四外一内，快速上房顶，先穿墙逼退对方的战斗，这图不利于土匪穿墙是必要手段，先扔掉 C4 准备发起进攻，查看外场准备上假山，第一时间锁定仓库，又瞄红箱，搜点非常详细，要时刻注意近点是否来人，扔出仓库五同时穿墙哈利波特，突然爆闪，对方要反攻，双方二换二，谁都占不了便宜， TK 上前截防，急停下蹲移出甩枪击毙，祸不单行，波哥也阵亡，进步上前，江哥身亡，疯狂穿射铁门还击，DK 如何残局处理，正想下铁板时被隔墙穿射，第一时间打破管装，又扔出四立即架枪，可惜不敌身亡，对手也是个狠人，踩雷而出，此时阵型四内一外，
帮忙扔出碧空物。进攻前先扔掉 C4。近点有人甩枪穿手。蹲地下枪碎步移出，晃枪爆头，看出瞄准三楼底出口，有人点射没死，再甩枪击毙。迅速出铁板，穿上武器。此刻老帅哥也击杀一人，同时将车身亡，还好 MRKK 补枪，架枪瞄523。准备去放包先搜点。GK 返回断后处理。先锁定三楼底。C4 已经安装4打1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不断闪出查看三楼底。估计对方应该宝箱。最终被老帅哥所杀。